来啦，继续来开啦，自家的 V40M 哦 ，GAMIG 哦 ，AMD 的主机板，看者哦。我感觉官网在设计这个包装，都让人家看了非常想去把它打开来购买它，所以呢，白同学直接运用关系，感谢这个九月电脑老板哦提供这个资讯，我来看下我爽啊！好，直接给开开啦。买物件是爱开开看，才会赞。哦，它排线它就是做这样子哦，勾下来放着哦，安尼。所以我当然咧收是安尼收起来，啊，这地规个拢用红色的设计下去做。下面的配件我们顺便收起来，好安尼。Driver 说明书那一些的哦都有，我在那个坑喝水，因为人家借我们拍摄，我们就一定要把人家恢复到非常完整，那是一种责任态度哦。那都这个系列同学如果说有收看支持和白龙雪，我都这样继续运作下去哦，非常乐意的继续为同学们拍摄这些东西。啊，另外给大家看 AMD 的部分，它就是后面这个板子的卡座哦，一家的启动做这几个大的，因为它有一个 slot 在做一个规范呐。哦，后边也线路板也是做完的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这这玩意做啊真水呢。哦，全景看是这样。好，看一下最主要的这个 I/O 输出输入的部分。我对这 PS2 还蛮有好感的了，这个界面我喜欢啊、哦、，VGA、DVI、HDMI， 然后四个 3.0 的 USB， 一个音效卡。哦，爱这我又偷一个那个塞库进去，看质感真赞，个掌声鼓励鼓励。然后它就是整个以颜色配置来讲的话。以红色为主啦，所以你若讲你倒个电竞机哦，加加红色的同学哦，你若讲佫多加 AMD 的系列，这个装起来感觉非常有质感。一二三四，四个沙槽的插槽哦，然后一般的 Power 的蜂巢状插槽嘛，哦 ，slot 能机，这应该就是 socket 对吧 ？socket 哦，还有这是四轴，但是这为二加四，这我想奇怪。电面刚刚照了你啊，然后 CPU 的插座，哦，啊，它的整个排序在这边，来看一下。我最好你看这主机板哦，看它的一些板子上面的一些散热片哦，在做感觉是真好，一种享受。而且颜色嘛，做高反差哦，黑红对立啊，相配。USB 2.0 3.0 OK， 好，大概简易的、哦、分享这个板子给同学们看。我、哦、看了真想要买呢，真赞、哦！我看到一台 AMD， 搁一台 Intel 主机，两台在 PK。谢谢，记得订阅支持哦。